就在明天2020年东京奥运拳击项目即将展开，为我们马祖的女儿陈念琪也将在下午女子陈亮16强赛出赛。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东京奥运延后了一年，尽管为了防疫的关系，比赛场地将会少了观众声的加油声，但是相信我们的念琪带着乡亲满满的支持，卯足全力追求荣耀。在马祖因疫情的关系，虽然不能组个加油团前去东京现场当啦啦队，但是我们仍旧要在荧光幕前当作练琴的后盾。感谢教育处在明天将会有国奥运总台提供直播的服务，没办法来到现场的也可以在家中无线频道锁定公共电视，有线频道锁定东森新闻。另外中华电信 MOD 及二达环路频道也可以观赏中华健儿的好表现。正好7月27是3级警戒解封的日子，倘若要在店家店里商店观看大荧幕里练习的表现，也请店家采用梅花座，使用隔板来保持安全的距离，保护自己也同时保护他人，让我们能够无后顾之忧地为练习喝彩。祝福练习能在明天的比赛创下佳绩。陈念琪加油，中华队加油。